今天要来讲解一个摄影专有名词，对焦是什么？对焦这个名词，如果你没有学摄影的话，可能你对这个名词的理解不够全面和充分。那其实我们用相机拍摄的过程中，对焦控制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在了解什么是对焦之前，我们需要先掌握一个常识，一个基础知识。一张照片里面有且只有一个点是清晰的，是最清晰的，理论上那么这一个点就叫做焦点。就比如说你每次去翻看一些照片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特别是在一些背景虚化的照片，然后特写照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主体有个点是最清晰的，然后离这个点越来越远的周围的物体它会越来越模糊，那么这个点就是焦点了。一张照片有且只有一个点是清晰的，然后距离这个点越远的物体它越模糊，这个是看一张照片的常识，或者说学摄影里面的一个常识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对焦。那这里我们知道焦点是什么，那对焦其实就是帮助相机去把这一个点变清晰，找到这个点的位置，同时让这一个点变清晰的这一过程就是对焦。那我们使用相机的时候怎么去帮助相机进行对焦呢？我们在入门课程30课里面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，有两个参数需要我们去辅助相机，通过这两个参数来传达我们想要对焦点，以及帮助相机去让它完成对焦过程。一个是自动对焦区域模式，一个是对焦模式，这两个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参数，很多新手常常会把它们弄混淆了。自动对焦区域模式是给相机指定焦点的位置的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相机取景拍摄，那这一个画面会出现这个我们想要拍摄一张照片嘛，那你需要把这个对焦框放到你要让它变清晰那个主体上面，这一个过程就是在用这个参数移动这个对焦框的这个动作，这个参数就是自动对焦区域模式，那这个过程就是在告诉相机我要让焦点放到这个位置上面，最终你拍摄出来照片那个点就是最清晰的。那除了要让这个点告诉相机在哪个位置之外，我们还需要辅助相机让这一个点变清晰，那如果没有这一个第二步动作的话，可能那个点即使是焦点你告诉他了，他还是不会把它变清晰，那么这个过程让这个焦点变清晰的过程，我们就要交给对焦模式这个参数来完成了。那至于这个参数，两个参数怎么联动使用，我们有在入门课程里面讲解，这边就不再赘述了。这一个分享视频是更想让你知道什么叫对焦的，对焦指的是帮助相机找到照片的焦点的位置，同时让这个焦点变清晰。那我们这一个关于对焦这一件事情，这一个概念的分享。